他有很多地方。那迪斯老那个车也被他有车过来哦，这台车永摩，这台车。那迪斯老那个车好像也被烧到了。就好像就是对，别惊哦！哇，不知道什么东西烧好远。继河北、辽宁多地出现海水倒灌的罕见现象后，福州的天空再现奇观，天空被分成两半，一半被白云覆盖，一半是蓝天，网友认为是天降异象，太神奇。10月22日，福州上班的市民或上学的学生一出门就发现，今天的天空不一样，出现格外分明的两半，一半天空好似被白云做成的大被子盖住，另一半天空湛蓝色，万里无云，形成鲜明对比，让福州显得不同寻常。大陆社交媒体上，一名摄影博主不二拍摄的图片和配的文字天有异象，福州今天的天空你们看到了吗？引起很多当地人的共鸣，纷纷晒出自己不同角度拍摄的天空奇景。有网友表示担忧，有种压迫感，有种灾难来临的感觉。哎，现在这边是时间是看看几点，现在这边时间是9点，现在这边时间是9点39分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一线的这个交通壕里面，这边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住所，然后我现在在交通壕这点坐着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弹药沙弹，这边这个路口呢是通往交战的那个区域，通往交战区域，然后今天是来这个交通壕的第二天，然后今天下午5点钟，指挥官要求我们4个中国人加一个大毛，5个人出去打水，我们刚走出洞口大约5米远，一发炮弹落在差不多我们50到100米之间的距离，然后给我们5个吓得水桶也不要了，直接扔了水桶，就是直接扔了之后，5个人是连滚带爬的爬到洞口里，然后我的小腿这点也是个擦伤，小腿这边是一个擦伤，是应该是弄了他那个洞口旁边放了一个地雷的箱子，这个腿
然后其中一个中国人是摔倒在地上被我们几个踩了，然后他的腿关节疼，反正五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受点小伤。然后八点钟的时候，然后指挥官从这个屋子里面穿着浴袍冲出来，拿着枪冲到往这边跑，冲到临走的时候喊了一句话，然后说是，哎呀，到现在他们还在工作，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然后反正指挥官刚刚就解除了那个待命的那个命令，现在我们这个闲着在。我口袋里面揣的都是子弹，我就两个弹夹，他就给我发了俩弹夹，我的子弹不多哎。我就兜里口袋里面揣了一堆散子弹。然后弹夹里面装了两个弹夹，然后口袋里面揣了一堆散子弹，就准备战斗了。结果最后指挥官回来了，说解除命令，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了。散步中，出来采购汽油。已经离开我们的战壕了，走路一路盯着天空看。这是我们今天采购的东西，饮料、肠，这个是我给老毛子买的，这是我买的，这也是我买的，这是给他们买的，我掏的钱，但是我不要钱了，现在拿饭去吃。哎，把那个开过的肠带上吧。OK， 来拿上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你把刀拿着。这我们的武器弹药都在这。哎呦，烫死我了，烫死我了吧！给你拿着。哎呦，烫死我了吧！什么烫死我？我的杯子烧的是水呢。这是我们买的牛子，几件牛，两件牛子加一瓶这小甜水，买上，然后现在去干饭。这是我们的弹药子弹，我昨天揣的散子弹全部都扔到这里面了，这里面还有一堆。还有一堆子弹，今天去把我们的行李拿过来。这谁都没喝完，是你的还是我的？你的，送你的。今天把行李拿过来了，我现在有充电的地儿了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，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。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
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